一辆卡车径直撞向外卖小哥，小哥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可卡车司机却不仅不惊慌，反而淡定地挂挡给油，对着小哥加速冲去。更离谱的是，他开始在小哥身上反复碾压，直到小哥没了动静，司机才慢悠悠地下车观察，确定大叔已经死得不能再死，他才放心地回到车上。原来司机是名美国的异能者杀手，杀死小哥则是他的任务。可就在司机弗兰克给上司汇报任务完成时，刚刚被碾了好几遍的外卖小哥龙九，此刻却慢慢从他的车底爬了出来，并且丝毫不见伤势。哎，老王。弗兰克愣住了，难道自己刚刚看花眼了吗？而龙九见弗兰克没有反应，便直接一拳就将玻璃干掉，然后对着弗兰克就是一顿输出。随后他抓住弗兰克的手放到车窗上，直接一个断骨肘，弗兰克吃痛。龙九则趁机将弗兰克甩到地上，然后上前重重一脚踩扁了弗兰克的头。随后龙九还在车上找到很多绝密档案，其中就有自己。而就在他正思索时，躺地上的弗兰克竟站了起来，而且看样子已经恢复了正常，这正是他的能力，能快速恢复伤势。两人二话不说再次扭打在一起。两人互相拧断了对方的一只腿，却不料龙九竟直接就恢复，而且比弗兰克还快。原来龙九也有恢复异能，龙九还要更胜一筹。恢复的他直接朝弗兰克冲去，却没想到却被弗兰克直接借力来了个抱摔。弗兰克将龙九的头拖出，然后用一招从天而降的腿法踢断了龙九的头。他不信龙九这都能恢复，可弗兰克没想到的是，仅过了几秒，龙九就又恢复了过来，简直就像是打不死一般。弗兰克不想让龙九彻底恢复，当即冲进去再次和龙九打成一团。为了杀死对方，两人都拼尽了所有力量，连车子都被打翻在地，结果见分晓，龙九略胜一筹，而弗兰克则被钢板贯穿。龙九想询问弗兰克幕后主使是谁，却没想到弗兰克竟在此时询问他有没有孩子。得知对方还想对自己女儿下手，龙九彻底发怒了，一拳又一拳直接砸爆了弗兰克脑袋，最后还放火把一切都烧得干干净净。回到家已是早上，吃着女儿给自己的晚餐，龙九发誓一定要保护好女儿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女儿喜秀上体育课时，有人却故意在她跳高设备上做了手脚，